这是黄怒人所带来的精彩演出，让我们欢迎。OK， 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、おはよう。啊，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、啊，皆さん、今今、5分ショー、OK？ 啊，ちょっと待って啊，您跳舞吗？啊，哦哦，跳不巴紧，我台湾人。今晚熬分金5分钟的表演，待会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哇，什么东西？太厉害了，好震撼哦！哎，如果我们这边稍微往前一点点，太帅太帅了！也要请下一组的表演者，我们可以先稍作准备。好，如果我们这边有请，刚刚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跟邓泽一样，很好奇到底在上面怎么克服这个晕的问题，感觉好晕，360度大旋转到不行。要传一下吗？我希望大家先让我讲一句话。好，来，嘿，就是让我休息一下。可以，哎嘿，要休息还自带很多效果呢。有，谢谢大哥的掌声，他有收到。OK， 晕吗？我每次练习的时候下去都是跑厕所，那个马桶，你想象不到的可怕。但是你只要坚持，你就会成功，就不会晕。然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可能大家以为我可能是专科戏曲或者是那种表演艺术圈出来的，但是我不是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只要你们觉得 OK， 只要你们觉得可以，就去做，像我一样，有一天你们会站在这边表演给大家看。哇，天哪，太帅了，各位。毫无保留，毫无畏惧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自带发光，最精彩。我们这一首声送给路人，谢谢。没错，他们是编号第十号。如果喜欢他的表演的话呢，邀请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右方这边来进行投票。而在今天活动现场呢。